欢迎收看我们的赖旅游大亨台湾选手选拔赛的现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有的地图呢是随机选取的。叮叮，就是我们刚刚才结束的追逐海岸。追逐海岸，这个追逐海岸这个地图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？追逐海岸就是在宠物的部分，宠物部分是占这个地图相当大的一个要素。好，开始了。已经结束了，什么？花花是我的，赢了，占领山区。哦，要整牌了，要整牌了，这么快！哇，一百趴王者的呐喊啊，太强了吧！哇，结场了，八波啊，太猛了，哇塞，哇塞，整牌地标，哇，对手连玩都不用玩，太强了 ，Yellow 兵还没发挥就结束了。啊，我们在这边恭喜我们的这个 Bubble 啊，太强太强了！哦，大哥在这是在哦，过了过了，一整排了，一整排了，太强了！都在还在我们哦，恭喜我们的营业额啊！我要警告两位哦，如果你们要是串通的话是不行的哦。哎，我们第一名的奖金是不可以卸的嘿。我要问一下 JD， 关于水上都市，你刚刚说那个。我们追逐海岸是宠物嘛？那水上都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水上都市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闸门系统，这个闸门可以开机了，它可以推对手，也可以推我方，哦，也可以推双方，哎呦，或是建设地标。哦，买买买，最后一台，真的哦。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在这个水上都市呢，有没有特别的什么道具是一定要一直用的？一直用，说实在也没有说特定道具，就是看。个人的搭配，像他如果采取 double 的，嘿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啊！哎，我等别那个盘工位的结束啊，就结束了，哇，真真牌，恭喜我们的这个一面获胜啊！再一次，还有机会再一次吗？还好吃，还可以吃一次，如果吃好的话，那就结束了，三区了，哇塞，三区了，直接哇 ，nice， 哇塞，太猛了，太猛，太猛。自由之丘太猛了，营业额太猛了，哇，拉起来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哇，这一局哇，超级凶，超级凶，这一局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啊，破产，这结束了，哇塞，我们恭喜巴波，恭喜巴波，现在是我们台湾地区，对，现在是我们今天台湾选手选拔赛的第一名，也换句话说，也是我们台湾的旅游大亨的冠军，耶。我左手边这位巴博士就是我们的第一名，然后呢，在过去这是我们的第二名尹叶儿，他们呢即将在2018年4月去到印尼代表台湾去参加我们的旅游大亨世界大赛，恭喜他们两位。